热了以后它会阴阳，它会长叶子，一个叶子就一朵花，所以它长一枝，一个叶子就一朵花，所以它一个叶子出来就一朵花在那边，所以呢叫做一叶一枝花，一花一天地，一天地一世界哈、哦，哎，所以呢莲花世界就是这样来的，是非常美哈、哦。看它的颜色很漂亮哈、哦，就是你现在看到开的那个呢，已经是第四天了。莲花呢，第一天开呢，一点多开，五点多它就合起来了。